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戏剧甜菜赵本山，禽兽床伴赵家班，纵横戏剧业多年，经典作品来流传，众多弟子都出名，名气大的不能行，小沈阳、宋小宝这些演员都很好。众多弟子不算啥，其中一人来头大，此人名叫吴云飞，听我给人说原委。本山第九批徒弟，拥有专业的演技，乡村爱情赵玉田专业演技不平凡。乡村爱情来参演，让人感觉很反感，电视剧里太渣男，其实是个好演员，各种角色都涉猎，助他演技上台阶，麻雀里面陶大春，深入观众的内心。一代宗师也参加，专业演技人人夸，本山徒弟好演员，又去参加了跑男，饰演牛奶国国王，飞哥自带有光芒，众多明星都称臣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邓超、李晨和鹿晗，还有陈赫、王祖蓝，国民女神叫刘涛，也被节目来相邀。一线明星一大群，都得飞哥来称臣。其中有人不服气，要把飞哥来调戏。这个明星叫邓超，感觉自己很烧包，讽刺挖苦街头仔，还说合影十五块，看出内心很不服，暗指飞哥搞特殊，鼻孔朝天的邓超，飞哥比你身份高。飞哥是个富二代，一直低调的存在，互联网上很亲民，圈住粉丝一大群，谦谦君子长得帅，粉丝咋能不爱戴？邓超为啥心不甘？吃不到葡萄说他酸。飞哥富二代出身，演戏态度很认真，如今登上了跑男，跻身一线的演员，成为一线大明星，也把粉丝装心中，认认真真去得在娱乐圈里做表率。飞哥家境很优越，助他事业上台阶，父亲地产界大亨，亿万身价的富翁，本山传媒的主席，艺术之花藏心里，这个父亲不一般，助儿投身演艺圈。飞哥演戏不偷懒，曾经有人来调侃，如果不去好好演，就要去继承家产，今后不能当演员，一时之间成笑谈。而立之年，吴云飞演艺事业天光辉，兢兢业业去演戏，父亲教会难忘记。一脚踏入演艺圈，千金众人肩上担，无数粉丝把你追，祝福演员吴云飞那个吴云飞。快来年三四载，挂在唱卷和牧羊写一首唐飞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边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，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，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文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灵活太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过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十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的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去市场看。